三天一早醒来，打开窗户就是漂亮的洞爷湖美景。关于游洞爷湖的相关内容，可以参考前一部影片。而前一部影片有一点漏了提到，就是洞爷湖住宿除了住宿费外，每个人还需要缴300日元的温泉税。上午搭配美景，享用饭店提供的精美早餐之后，就收拾好行李准备退房，依依不舍得离开我心目中 No.1 的饭店了。今天是行程第二天，然后现在开车的人换成我们的嘉伟先生。现在饭店外面是施工的状态，那我们的前面呢，这里有一位那个工程人员在指挥我们。在有珠山的一个休息站，高速公路休息站。为什么会来这里呢？这是故意的，这是一个很乌龙的事情，就是有人呢在玩导航。是我，不是，对，刚刚前面开车的隔壁那一个导航玩一玩，然后导航突然之间跳掉，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不会用，所以我们就只好来休息站这边再来重启一下导航，看研究一下怎么弄，就意外的来到休息站。虽然是来到休息站，但也蛮意外哦。到这个地方呢，其实还可以看个不错的景色。多远？290公里，现在终于到旭川动物园的路上啊，这个已经下交流道了，对，哦，已经快要昏倒了，200多公里哦，这大概在台湾的话，应该开到高雄去了。旁边那个感觉很像自行车道耶，哦，好想要再拿轮子在这里滚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终于到旭川动物园的停车场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开始找一下动物园的入口。旭山动物园的入门票大概是1000块钱，那如果是市民的话有700元的折扣，团体的话是900。这边会有一些导览，可以先确认一下里面的内容。好，这个是有每一个不同的时间，好，不同的时间它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活动，因为可能会有不同的动物。好像比方说12点这个是猴子，我们现在其实很尴尬，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大概快2点，就是这一段都空了。2点这边，那只有这里会有一个，是什么？哦，卡米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但我动物的日文我不是很熟。狐狸，狼啊，野狼，啊，狼吗？野狼，这里有写中文。
定你没有打开门吗？没有，我对他们心仪就像你的。我听你在讲，你明明就是像公主，好不好？走走走走走，看戏了，看戏了 ，Pink， 开心。这个是野狼之声，不危险吗？他在看你了，完蛋了！哦，来过来咬你喽！来了，怎么办？哦，好几只哎，三只。我们打得过他们吗？应该不行吧？哦，走走走走，我们来这里面看俊明喽。吴俊明啊！哦，哎，你看吴俊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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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趴在地上？哎，俊明变成人了。Come on, baby。他说不要吵我，我要睡觉。这个收入啊，怎么样？他拿的大便，那是大便吗？他吃了他的大便，太恶心了。我想养狐獴。狐獴哦，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狐獴，就上去看一下吧，走。觉得这样比较帅吧？哎，你跟我讲，叼根烟，叼根烟的意思吗？哎，对啊，就这样叼着比较帅啊。他这个偶像剧都看多了。不是，他摆这个 pose 给你看的时候，他要跟你要费用。现在有一只红毛猩猩在那个位置，那这里是他的游戏区，他可以从这上面呢爬爬爬爬爬爬过来这边玩。哦，这个其实蛮厉害的呢，这个居住区域有点特别呢。哦。这好像马戏团哦，嘴巴咬咬个，好厉害哦！天哪，它还会，哦，还可以用脚哇！哇，这姿势100分，100分，好厉害！对，它还要在上面，你看，是对，是对，你看它还，哦，还要倒掉。嗨，欢迎回到左，回到左福大赛。嗨。晚餐之后呢，他这边有一个售取口哈，这边就是领餐的地方。拿这一张，在这个地方就可以领餐。刚刚点的咖啡漂浮冰淇淋的一种哦，就是一个冰淇淋放在咖啡里面。好嘞，请用。这是四方形的或带骨的，对啊。因为羊肉。羊肉块看起来像羊，在这里。你们现在在讨论，你们在现在在讨论的东西就在这里耶。讨论羊，讨论到他脸都黑了，你看。
在这个旭山动物园这边，如果逛一逛，然后要出来，他可以拿一张载入园券，就是出来之后还可以再进去，哦，但是就只有一次机会而已。那我们呢，现在逛完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要到东横印那边，哦，就今天的饭店。这是方向灯，方向灯，啊，那个是雨刷，雨刷。这边左转，车辆出口。你要又打卡又打错了，哎，来，这个真的第一次一定要打一个。哎，明天没有人的时候你先开啊，我们先。都没坐人的时候。对，没有坐人的时候你先开。我们也会紧张。他弄丢家己红线。哦，这个对哦。除以六吗？没有啊，除以六。你们夫妻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除以六？够零走呀，够零的。大约700米前方右转。停好车，来到东横印这边。刚刚很可怕，就是停车的时候绕了很久，因为我对这里真的不太熟。那。来东横印的话，可以办类似这样的会员卡，哦，进来就会有一个打折的优惠。那今天我们这个房型呢是9500块，那用会员卡之后会变成只有9025块，会便宜很多，哦，所以如果喜欢自助旅行的话，可以办一下会员卡。然后这边早上有免费的早餐可以吃，哦，可以搭配这个 coffee， 时间是从早上的6:30到10:00，在一楼会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座位区。那这也是每天早上吃饭的地方，那这里也可以当作是交易厅使用。那后面这里呢，会有一些贩卖机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人行广场，很适合骑独轮。又来了，独轮，哪里都想念独轮呢。哎呦，总是要偶尔怀念一下嘛。人行道超大，这么长，4个真卡松。在这边都是真卡手啊，都是真卡手。然后现在要去哪里嘞？要去成吉思汗大黑布。那边是吃什么？吃羊肉。哦，就是我们今天在那个动物园讨论要吃的那个。成吉思汗大黑屋，但是现在门口排超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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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不是只有这边，还有那边也是的。目前等待组数有51组，然后至少要1个小时以上。我们刚刚看了一下，因为等51组，我们算了一下，可能要超过一个小时。那我们因为中午没有吃饭，所以我们现在有点饿，不想等，我们现在要直接去别家吃。这边都有写中文，所以不用担心看不懂。美光轩因为是非常多年的老店，所以来这边吃的人很多，有很多知名人士。那它的汤头最有名的是这一个酱油拉面的口味，所以来这边吃的话，比较推荐吃这个酱油味道的。吃完晚餐，然后也回到饭店。那我们刚刚在超商里面买了一点东西，第一个是北海道限定的啤酒，上面有写北海道限定，反正看到限定就是一定要买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优格，那这应该是用北海道的生乳，那个鲜乳做的。好，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在这边买，应该也是不吃亏。那今天我们算是走路走超久的一天，然后那个成吉思汗呢，走到那边偏偏又那么多人，所以我们也没吃。对，有点可惜，但是后来吃的那一家拉面呢，其实也还不错。对，而且那叉烧的分量真的是有点恐怖的多，面也很多，超大一碗。如果食量不够大的人，建议可以点那个他那个小份的。好，那今天就是我们第3天的行程，我们就接下来呢，就在这边先做一个结束，拜拜。晚安。